Hello， 求生组们，大家好！今天要教大家投掷武器的使用技巧。首先，要怎么样才能投得更远呢？我们第一颗手雷先以高抛方式45度角投出，第二颗手雷投掷后马上按跳跃动作，你会发现这样会比原地投掷要再远一些哦。那怎么样才能投得更精准呢？当我们在掩体后想要投掷武器时，会发现很难看到抛物线的落点，这时候只要拖动小眼睛视角，这样就能投掷到更精准的位置哦。灵活运用投掷武器可以让战斗变得更简单，它们都能成为你的吃鸡神器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